察，因为洗澡这样，之前在议会没有提起，我想同意说拿一些讨论。那其中边张宏又说，抗中保台是一个态度，还说自己要起一本不同的小联署。你怎么看他们又在讲这个抗中保台？再讲一句，台北、台湾哪一个人不保台？其实我实在不太明白。好，第二个就是大家要签联署书才叫做不投钱，那是不是写完之后是有什么条件？他如果投钱了，他要接受什么惩罚？要写大家都可以写的吗？现在就可以写，写完之后呢？重点是台湾哪一个不保台？我觉得不要再制造相关的对立。台湾希望，我觉得应该要在内部大家都团结，每一个人都是国民的保台。但是他团结保台，一样要面对世界，一样要走向国际。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有在这边用自己的力量？我们马上谁都可以签，台湾每个都可以，每个都可以签。我也不相信谁会签。